尊。真，你注意看，这个叫唐三彩，你注意看，它只有三个颜色。那是鬼的宝宝。嗯，你注意看，它只有绿色、褐色，还有什么色？黄色、皮。哎，对，它只有三个颜色，就叫唐三彩，就只有唐朝。唐朝的新的。真真，这个最有名，唐三彩的兵马俑。你这好好走，好好看，一定用手脚去弄。这个唐三彩的马最有名。然后我就先这个，我回家就可以把在那个游览车上面呢。